两个，好，很左边有一个哎、欸，我天、啊！对对，很左边有一个。喊出来、啊，这样才不会一起用。好，我发光，我发光。哎呀，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喊数喊数，有人还在外面呢，这位。好了，我还在呼打 Jerry。Jerry， 不要定住。Jerry。哦呦，好晕啊！有一个。啊，看不到啦。哎呦，你好烦哦。你干嘛？不是，我刚以为时间好短啊，我刚以为他你会继续往前走，没有，好酷！我以为你，我跟小雨都抓到了，有这不知道多难哎、欸！你直接大拉拉站在那边，我一个在下，一个在好远哦，一个在下面，一个在下面，那个下面还蛮近的哦，大家可以去那里。啊、没有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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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冲浪最慢的，太难了啦！地底下，地底下。地底下，地底下在一个地底下，一个呢？我、哦、在树上。这是哇，他那个跑酷点呢？这天哪！那个是那个繁星，他骗你的。这里啊，这里这里更快啊！那假的？亮？对啊。吗？没有啊，这边我没看到东西啊。用跳跃提升直接上去啊！我没有跳跃提升啊。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啊，我有。这可以交易吗？不行，不交易，还想交易啊？箱子还想交易啊？可是我觉得他一定箱子应该可以吧？还是他从远方来啊？哎、欸，隐月这个地方好棒、哦，有一个在地底下的那个，我这个地方很哇，这太远了，这太远，你还是跑那里吧，对不起。员工洗手台是吧？哇，你、啊啊、你真的是跑过上去的、啊？对啊，我真的跑上来的，看到人哦。可是在啊，因为那个出口的地方，哎、那個欸，这里不是很难找到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还有屏障哎、欸，它、这个好坏哦、喔，是哪里？太难了，嗯、没跳跃提升啊，失误，好像在上面一层哎、欸。对对啊，应该要买跳跃提升的。我有加速也有用啊，加速的话就加速可以跑。跳比较远一点，对，只是你就要抓好。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反应跳很高，反应跳很高了。我对面是不是有两个人啊？嗨，你们好。今天有没有机会？你们好，嗨，你好。那边很难。哎，有水，有水，有水！我帮你帮忙，还下去，还下去，反正下面，下面。团团。太晕，太晕，他发疯了，发疯了。黑屏黑屏黑屏，他跨我了！熊嘛！在黑屏，在黑屏，那里有屏障哦！有，可恶！哎，哈基哦！哎，怎么了？团团，我说一下，你怎么还没抓到？你刚刚不动的话，你会上面那个人呢？哦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刚刚没有跳到你那边。哦，在哪里啊？有啦，你那个跳得过去了啦。可是你也跳也你也跳得过去啊？没有，我刚刚直接摔下。帮我抓人！帮我抓人！你到底行不行呢？这里超麻烦的啦，那怎么过去？这里你在干嘛？好，我不蹲了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在哪里？我知道你在那里啊，可是我过不去啊。对啊，下去打这里，你们一直在上下下在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雨月真的好猛哦。对啊。找不到怎么下去啊？我总觉得不是这里耶，他那个感觉。那一边吗？不是从那个哪一边？你说哪一边？我知道你说哪一边。对，不要说太明显。啊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觉得不是这里啊。那里你好，你们好。嘿，你们好。感觉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过去？有没有之前拉人的其他地方？中计了，我们哦，哈基哦，好猛哦，这里。不是啊，他是上人，我才下人而已，这样不行啊！你这样说了要被罚吃西瓜、啊。我请大家吃西瓜，请到你们吃爽爽啊！真是开心！谢谢哈基，谢谢。这边好神秘哦，允月。对啊，这边需要有一点技巧才能够过来。嗯，这边超神秘。从这边进的，从这边进的。啊，杰克在哪里啊？因为他的那个迷宫很多，酷哦！哎呦，会不会是剑符合下去？哎，真的哎，是不是这里下去？哈基哦，怎么走不通？哪里什么东西？他
是有一个介符盒，开了就掉下去，下去，然后在那个上面就到了那个商店的对面。对对对，啊！居然还隐藏这种的，好猛！你在那个迷宫晕多久？然后从头到尾都在找那他而已啊！太神了，太强了！我一找到那边，我就蹲在那里啊。我最后已经看到那楼梯下面下去，应该就看到他了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入口、欸，超可怕，好酷哦！真的蛮酷的、欸，它有很多隐藏的道路、啊。你看，四个猎人，人类都还有可能获胜哦。真的，要躲在那些很完全没有想到的点，很刁钻的地方才行。很难快，要没当过的都来。嗯，哎呦。嗯，允月有当过吗？嗯，我一直都是人啊。允月也没当过，所以允月跟团团嘛，团、团也没当过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说允月跟团团要刷到两个。哦，有了。哎、我被我刷掉了。哎、又没了，没团团，没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刷到，刷到了。那杰瑞嘞？哦，有杰瑞有当过啊，杰瑞有，杰瑞有，我觉得刷超快的，一下就砰就没了。来喽，猎人记得好好买购买哦。好，走。看一下啊，所以怎么买啊？啊，就跟他买就好了。对，我他每个都卖的都一样吗？对，一样的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跳跃技能加速，哎呦，他其实卖的很便宜耶，跳跃了，还蛮便宜的。跳跃，对，跳跃真的要买。晕头，黄头迷路的地方。黑屏啊，怎么又走到这里了？跳跃，买一些跳跃。嗯，很容易走到一样的地方哎、欸，这怎么都是屏障？啊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我买完了。我完了，我这次还有障碍。我有五个发光，一小。我十个。哦，我九个。我有四个黑屏，好，不要这么多啊！然后哪边出去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时间到，我有凋零，时间到就出去了。哦，凋零有这种东西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。先下下。我刚刚没看到啊。有其中一个三文有卖有没有？其中一个全体漂浮哎，哇，这什么？哇，飘起来了，好来。哇，右边是 Rice 二哥村民。随机传送，帅啊！这个帅帅帅，好猛哦！我早上已经看到人了啊！哎，那你们先用发光吗？哎，我发光完了。谢谢。哦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呢？哎，这是有说明书哎。哦，说明书，说明书。好哦。本日头条，好哦。这里是怎样？要躲那里？那是隐约躲过的地方吗？真的假的？是隐约那边吗？哎呦呦！不用了，好，不要不要，上面有一个，要躲这里，下面有一个，就是啊，不要怀疑什么，对啊，不对，另外一边，啊，完蛋，什么？哇，这个失败就掉下去了，失败就死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啊？啊，谁？我记错，原来另外一边，我记错，我要从另外一边，杰瑞在这里，巧克力。不是，反正你等我一下子，我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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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黑一下啦。好暗呢，发光。太松发光。我们上面见，我们上面见。你来比啊，看谁先爬上去啊。来啦，再黑一下啦，黑一下。我上来啦。我发光。好了，发光一下啦，发一下啦。好。是不是有人死翘翘啦？有人死翘翘咯。哎，那个旋转跳也太机车了，太难嘞，失败就没了。哎，我发一下哦，发一下啦。哦，在上面哦，在上面啊。谁？谁在上面啦？谁啊？有一个人在上面啊！就一堆变态。杰克，杰克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杰克，你在哪里？发一下，发一下！杰克跳下来了，杰克在下面，在下面。我杀过了，我也杀过了。黑屏一下，加速一下。杰克，你看今天的头条，杰克，你看今天的头条。杰克，这是谁？是谁？是小雨。小雨在下面，他在下面。还有谁没杀过？我杀过了，我还没杀过。好，加油！来发光一下，他下面，他在下面。不要买那么多个啊！你在下面，你怎么下去的？下面啊，这里吧。哇，小雨这地方好酷哦。
我刚刚为了找音乐跑过来的。迷路了。这个点蛮厉害的、啊。对啊。这边还蛮麻烦的。好啦，我再发光一下啦。欸、这边这个树下、啊，连你的入口都锵锵的、欸。树下。冷。不用说你，不用说我们，自己找。真的要自己找哎、欸。真的，可是这好像有两个入口哎、欸。发光。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到底等一下？哇塞，你这。这要怎么下去啊？对啊，找看看啊！你好猛哦、喔！它好几个入口都好奇妙、喔。可是有些入口看起来不太是进来的，所以这是啊，有的好像是跑出去的。对，就是你可以出去但进不来。哦，真的？单向通道哎、欸！你的入口当初你从哪里来的、啊？那边。哦，那边。哦。啊，这边还可以关起来，有什么意义？那个很多特别的东西吗？对对对，就那个很多特别的东西。啊，这里有意义啊，东西。然后绕啊绕啊绕，就来这里。哦，你这个超迷宫哎、欸。对啊，这超奇妙的。这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哇，你我刚繁星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这是繁星吧？对。这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这是黑一下啦，黑一下，给你黑一下。他下来还有一个是骗人的，真的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哇塞，死路了没了？记一下，记一下。是死路，那个是骗人的。好，大家会越来越会玩哦。你们还有一分钟时间。恭喜、啊，哈记加油啊！哈记也是哈记哦，重点是哈记要找到。对，是哈记、哦，我路痴啊我。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帮你找，但是找不到。小雨。你看清楚，这来的哈基都还没来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好好，我好像快找到小雨了耶！哇，可是我看到哈基没有跟影月。不因为你就算找到、哦、也没有用啊。我不能逃走，而且说不定跟你讲小雨还可以逃走哦。真的，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、欸，我还没走的，还没有走过。30秒，你要不要出来一下？可是我不知道这里出去在哪里。有，你那里出去其实就跟你的入口很近。哦，真的哦！但你可以上去，你上去没差。出来下，我请你吃西瓜。外面进不来。我不想吃西瓜。啊，这里是那个哈密瓜，底下有按钮，按了就可以出去。可是外面进不来。对啊，这里还要跑酷哦。Hello、嗯。哇，小雨直接秀哎、欸！站在我门口，哇塞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雨越大，飞雪越大。不行，书柜那边要开门，等门吗？我看到书柜那里进去，可是要怎么进去啊？那边有一个更外面很多栅栏的地方，对哦，因为我刚刚就有看到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进去。他前面有两个水，交了一个秀哎、欸，耶、yeah ！哎呦，那里超难走的，哎呦，我觉得他就一定还要继续当鬼，嗯，你需要更多的磨练。我不会玩，阿基阿基，叮铃叮铃叮，叮铃叮铃，要到阿基为止，有了，有了，我难过，小雨带你飞，小雨，等一下你找到人就给我杀，这么没志气，不行，你要自己找到，要靠自己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我要去研开发星际地区了。对啊，那个地方其实小雨走过了，还蛮多地方的。小雨走过就不能去了，太危险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你看你，因为最后走到的时间其实还蛮快的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现在就谁呀？哎、啊欸，不好，这样太，那你们太好找位置了，是不是？又是呢。还是黑下啦，黑下啦，看不到路了啦，很恶劣。黑下啦，现在是还在跑酷对不对？在跑酷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现在不可以。哎，你好跳哦，很聪明哦。太坏了，不然运一下。哇，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我找不到地方走啊，我会死啦！白痴哦，我这个地方我这里是哪里啊？等一下啦。这里又是哪里呀、啊？我到这边的地方了啦、嗯！这里是哪里、啊？那这里有什么好躲的？哇、哦！对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完了，我完了，你们是几秒？完了，等一下，这边是哪里啊？还剩六秒吧？差不多，还有300秒。我靠！我完了！哦，我是不是差不多完了？我是不是差不多完了？我也完了，你们来抓我吧！
他进去是一个地方，有人，他进他是那边那边那边，杀我吧！晚上有人，我完了，这太难吃了吧！我包，帆船那个蓝色那边，蓝色那边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也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等一下，他这么吓人的声音，我靠，这什么鬼地方啊？烂透了！什么鬼？还有门迷宫？这是哪里？亮了，亮了，他去下面了，他去下面了。抓我吧，我真的不行了。那几位去抓他，我去找钱。不要，不要来。这里有没有什么？哪有？哦，这里。我。哎呀！接住，等就好了。我一直贴着那个床，那个床，等就好了。绕一圈，然后就回到骑士点。短短，哇！我那边真的不行，那边真的不行，真的太难了。发光虾啊！我要去找比我远一点的地方。哪里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我在哪里啊？我是谁？你是谁？这个怎么下去、啊？我在哪？这个介符盒的怎么下去啊？这下面有个介符盒上，然后你开、啊。介符盒上啊！介符盒上哦！介符盒上进不去啊！杰克，你在开了吗？你要站在上面，你要站在上面。上不去啊！踩不上去啊！上不去啊！哎、欸，欸、是有人打开啦、啊？石头啦，有个石头。哦，好坏、哦！不能这样吧？为什么会有那个石头啊？为什么？不是，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打开着啦，开着哇！哎，你没有，其他路口，其他路口，其他路口，其实有，他其实是有其他路口啦，是有有啊，有其他路口，所以这样 OK。好猛哦，竟然直接开着，不要让下。我想说那个怎么开？对对，这个下面，我也给你们提示，有其他路口的，你们可以找其他的。你不要关，你不要关。喂，哦，他穿走了。欸、它的入口其实还蛮多的那里。哦，好，我们再走下去。我听到有人在附近走路，谁、哦、在走路？是谁？瞎狼、欸、约翰。杰克，杰克上干嘛？杰克上来了，他上去了。你怎么跑上来？你怎么上去了？剩下他有还有很多通道啊。对，那边通道蛮多的。这小雨繁星可以打人吗？哇！可是对，主要是小雨跟繁星。我要来看。所以现在地底下还有人吗？不要哥，有啊，没有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好，这了，杰克。好，我来了。你们在哪里？可以躲的。哎呦，哎，你刚刚从一个顺洞。嘿，那个压力板。上面有一个。这里有一个，我在追他。对，你要跟小黑讲你在哪。对啊，你要跟我讲你在哪。在屋顶上，在屋顶上。屋顶上，屋顶怎么上去啊？外面吗？啊，没有那个道路，我们刚刚追巧克力的那一次。哦哦哦哦哦！隐约在哪？不是，我知道你在那个位置，可是我出不去啊！啊哇！你怎么跳上来了？有跳上去啊？嘿！哇！这一题的问号，超高的。我怎样变？走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。对啊，太扯了！我又找到神秘的地方啊！好强哦！你怎么在下面呢？可是下不去啊！还有对，在下面。下面那个吧？这里是哪里来的呢？怪这个吧？没有，我里面走过了。哦，还是你们没有触发到什么关键之类的？我有另外压力板。这个迷宫好迷哦。那迷宫超神秘的，所以我刚刚就说我在哪里，我是谁啊？我走不到路啊！好，哦，哦，你的那迷宫也太迷了吧！走错还会回去哦，超迷，太迷了吧？那个沙漠那个沙发前面有个洞，沙漠沙发前面有个，那谁是繁星？沙漠的沙发前面有个洞，有个洞，繁星繁星出现这边。这也太猛了！我踩到什么东西了？有个压力板上面踩到，上面写“哈哈八七”。哪里有？哇，云月一个秀哎！电视前面，电视。云月都开发一些很奇妙的地方，真的？你怎么都开发得了啊？之后有个电视前面。啊，这个反正都应该来不及了。哇，我看到他了，可是不能打他。哎，哇，你好溜哦，杰瑞。哇，杰瑞这场
找到很多人了，真的。奇瑞当你看你又不要动了，打我这里哦，我一直在放哦，是真的，我这么好被打，帮你黑一下。哇，好会躲，好会躲啊，卡了。哇，你是躲猫猫大师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客气客气，大师级，大师级，大师级。来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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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要往，等一下那个一开始躲不可以用技能，一直放一直放，技能不可以先用哦。啊，那跑酷的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影响了耶。你那个跳跳一下就上去了啦，真的。对啊，你有跳跃体啦。怎样，哈基？我们可以先用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好啊。不要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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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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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。刚才说可以，一开始不可以先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行。小哈，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躲啦？哎呦，感觉没地方躲了。失明，失明，买几个失明。那我就突然觉得跳跃体质其实好像蛮强的。跳跃体质真的超强，可以买个一两个。什么鬼地方啊？尤其他们都喜欢跑酷。真的。嗯，没有。没有。啦。哦。加速来几个？其他都发光。发光。好了，这样子了。这个还是要有一点失明。我有十个发光。这边感觉有人来过了，我不行了。我九个发光，哇！你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十个发光，十个发光。透露要带吗？不用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我都没差吧？都没差。死去！因为你蹲一下，你的身体是透明的哈。好，那等下小雨先用发光。好，我来用头晕。哦哟，不要哟！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人，时间到这还在找的。我跟你走喽，我掉了，我迷了。那个那个超近的，加速，超近的，超近的，给你们，好晕哦。是哪里呀？再一个发光，再一个发光，它在哪里？没看到。哎，小雨有用吗？我丢一下，我丢。树上那边又一个。我在找那个。好，那我去树上。不要啦，不要来树上啦，来了结我吧，猎人。这是谁？小雨来吧。帮忙！哇，不是这边怪怪的。小雨了结我吧。这边有人。你在哪？小雨，你不是要上来了吗？小雨。你在哪？真的很会穿，可是躲就不行了。对啊，发光，我看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。你找不到路出去是不是？对，那边我不知道怎么出去。哇，这个跳跃体能直接跳过跑酷点了。小雨解决了一个了，我解决掉一个了。这个门有地方可以出。树上的交给我。对啊，这原路回去太烂了。阿基，这里好废哦，不要走这里。你逃开，阿基，给点机会啊！阿基，你怎么好晕？我看到有人跳下去了。阿基，你挂龙膜，阿基。哎呦，看不到路了。啊！看不到了，跑去哪了？不要了，没有了。那就跑去哪？你想去哪？我什么都没有。繁星在这里，害我紧张了一下。啊！繁星在哪里？再亮一下。繁星在迷宫里。哎呀，是迷宫吗？我以为树上会是繁星啊。它是白色迷宫。哦，白色迷宫。所以剩谁？我杀过了。我也杀过了，邓雨燕出去了，他出去了，繁星出来了，繁星出去了，我来了，繁星看不到了，繁星看不到了，叫我，我来了，繁星很亮，繁星现在是闪亮亮的繁星，繁星召唤啊，太快了，好快哦，难得过瘾了，真的，啊，是不是？我装傻，对，我知道，因为躲猫猫大师都没有当鬼，都没有当人。啊，雨月跟小雨都
都会躲到一些很奇怪的。对啊，怎么躲的啊？就乱找啊！我也只躲过一次，好不好？我都在找人。已经很猛了。那我们要挑战影月跟小雨的躲藏。好，他们两个当鬼而已。是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先来挑战小雨的躲藏啊！好，来喽！九九九九。我怎么又是？哪里可以躲？对啊，跳跃找一下。跳跃有两三个其实就很够了。我都是买三个啦，然后加速买三个，其他的能买几个发光就买几个。好好好，这是大师，大师，大师说的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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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很喜欢让他们看不见，大师们恶心迷路了，哪里？大师迷路了，大师迷路了，七个七个七个，这里没有路，一个人至少七个，这样我们至少28次发光，哇，八次，哇，哎呦，他怎么死了？是怎样？开房没有个暗影，太好了。好凶哦！哇，我迷路了，这好像没有路出去。白痴哦！当你迷路的时候，嗯，也就代表说不定找你的人也会迷路。我刚刚绕圈圈了。这是哪里啊？繁星，你在哪？这好像不太行哎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我在高的还是在低的？什么高的低的？我在平的，就是平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来抓我，我找不到躲哪了。你都找不到躲哪了，我找不到躲哪啊！哎呦，直接在外面了，在外面啊！冲啊！这个在旁边下面有一个，我的头，我的头，我的头，别去躲躲！我刚刚要找那个地方，我找不到，我要再找一次，可恶！所以有物色好这个近的是谁？大哥，繁星，繁星在比较远吗？他脚底下有一个。啊，这个，那你在这脚底下。